She wore blue velvet, bluer than velvet was the night, softer than satin was the light from the stars. She wore blue warmer than May, her tender sighs. Love was ours, ours, love I held tightly, feeling the rapture grow like a flame burning brightly. But when she left, gone was the glow of blue velvet. But in my heart there'll always be precious and warm a memory through the years. And I still can see blue velvet through my tears. She wore blue velvet, but in my heart there'll always be precious and warm a memory through the This is a moment in history. This is the last Aventador that Lamborghini's gonna make. We 12 engines have always been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sportiness for a super sports car. 这个视频带你了解兰博基尼神一般的旗舰车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埃文塔多的演变，领略那传奇的 6.5 升 V 12自吸引擎的进化，顺便见证一个时代的落幕。2011年2月，在日内瓦车展上，兰博基尼推出了 Murciélago 换代车型 Aventador LP 700-4。至此，全新一代的大牛问世，开启兰博最为辉煌的时代。拥有700匹马力，0-100加速仅需2.9秒，极速能达到350公里每小时。2012年。Aventador G 推出，售价210万欧元，全球限量一台，其在 Aventador 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旨在向20世纪70年代的周特车型致敬，同时也是埃文塔多系列最贵的车型。2013年，为纪念兰博基尼成立50周年 ，Aventador LP 720-4推出，售价63万美元，硬顶和敞篷全球各限量100辆。同年，兰博基尼 Vanello 在日内瓦车展亮相，代号 LP 750-4，也是为了纪念兰博基尼成立50周年，其基于 LP 700-4的基础上打造。售价400万美元，硬顶全球限量3台，敞篷限量9台，是无数男孩的梦中情车。2015年 ，Aventador SV 在日内瓦车展问世，代号 LP 750-4。SV 的意思为超级快，它在埃文塔多基础上增加了50匹马力，重量减轻了50千克，空气动力学经过全面优化，下压力比原版增加180%，0-100加速时间提升0.1秒，代表了当时兰博的最强性能。2016年，兰博基尼 Centenario 问世，代号 LP 770-4，旨在纪念兰博基尼创始人100岁生日，其基于 Aventador SV 车型打造，
它也是第一款配备后轮转向的兰博基尼，应顶于敞篷全球各限量20辆，同时它也被网友评为世界上最好看的车型。2017年，兰博基尼 Aventador S 问世，代号 LP740-4， 其在即将更新换代的 LP700 基础上，对外观与性能方面进行了调整。它也是公认比例最协调的大牛。2018年，兰博基尼 Aventador SVJ 在原石滩车展问世，代号 LP770-4， 它结合 SV 与 S 车型的优点，侧重于赛道化的设计，让其一举拿下纽北最速量产车称号，十大牛王享车超跑圈。 SVJ 还有一款63限量版，旨在向1963年兰博基尼公司成立致敬，全球限量63辆。同年，兰博基尼 SC18 问世，拥有770匹的马力，全球限量1辆，是兰博为一个客户定制打造的专注于赛道的车型，融合 GT3 与 EVO 空气动力学元素，采用兰博顶级的赛用吸顶式 V12。 2020年，兰博基尼 SC20 推出，基于 SVJ 车型改造，全球限量1辆，与 Aventador J 一样为无顶超跑，专注于赛道，据说车主也是 SC18 的车主。2021年，兰博基尼 Aventador Ultimate 在古德伍速度节上问世，代号 LP780-4， 是埃文塔多的最终版本，自它之后就再无纯燃油 V12， 硬顶版限量350台，敞篷版限量250台。至此，埃文塔多全系落幕，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是必然的。时隔12年，跨入油电领域的新大牛终于做到了1000匹马力，我想这也是对 Aventador 最高的致敬。像这个昨天咱们战友参加庭审的人，你们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一场大戏啊，这是多少钱啊，多少钱，多少时间，多少人的3-4年的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大到什么程度，我现在我不能说，你等判完以后，我会跟所有全球的愿意说这个案子的战友，你跟各农场登记啊，在咱们建一个 YBOX，我在 YBOX 我把每一过程每一章节每一个你没有看到的重点我来跟你讲，这个意义大到什么程度。昨天晚上我们在这开会的时候，其中有人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案子的不管赔多少钱，但这个案子带来的给我们的好处放到桌子上的远远超过这个100倍、1000倍，谁都没明白带来桌子上的这个好处，他说已经上桌了，这个大戏开始了，100倍、1000倍，啊！记住今天说的话，再过1-2年后，你看这个案子开始就像两三年前开的案子，这一周两周就有结果了，1000多天，谁要能扛过1000天？据我所了解，我问过无数次，中国人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上庭上案子的，影响面这么大的从来没有。所以大家要看到这个案子它的未来的意义和影响力和所带来的新中国联邦和每个人人生要学的东西和价值。亲爱的战友大家好，小鱼好，这个今天又是菲菲秀的这个讲庭审记录的这个节目，我们很高兴的又这个把小鱼也请过来，然后小鱼啊，这个绝对是，前途不可限量。那菲菲只会在这边跟大家瞎说说，然后前面你看我们小鱼不但会说，前面那个片子那个艾文卡多就是小鱼剪的，所以这个小鱼战友，然后前途不可限量，然后小鱼先跟大家打招呼吧。战友们好，没有，就是我觉得这个视频大家就是上一次读完了上一章这个证人的卷宗了之后，就觉得这个跑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为什么它原本是这个65万，然后又要加这么多钱去买它，然后检方又抓这件事情不要做，结果一看才发现原来果然没有这么简单，其实真的是就是觉得
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嗯，而且你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嗯，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些就是可能我们以前生活中也没有接触到跑车这件事情，但是当你真正去了解它的时候，你听见它的引擎声，然后就它给你带来的这种魅力，你就更加会去就是很形象的展现在你的眼前郭先生他希望的这个 G Club 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停的学新知识吧。 Over。嗯，太棒了。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啊，这个我们一直看到那个就是大牛小牛马路跑，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大牛小牛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我也买不起对吧，也开不来，然后我感觉这个维护都是老贵老贵的，这个真的是这种车。但是呢我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就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如果它作为一种就是说俱乐部的形式，如果慢慢的像就越来越多的这些普通人，就像我们这些这个普通的战友，就是说如果大家自己去买一辆那肯定不现实，但是如果有一辆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了解这种文化，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大家去提高你自己的眼界，然后对于新事物的认识，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很有意思，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一辆这样的车，但是我觉得这个车不仅仅是一个奢侈品，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科技啊技术啊，还有这个就是这种工业设计的这种最顶级的水准，这种审美还有这种严谨的这种态度，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看到学到，然后甚至可以尝试着开一开体验一下他的这个就是这种开跑车，这种超跑它是可以跑在，我看上去好像这个是可以跑在这个赛道上的这种跑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的感觉。那么其实那个拉斯维加斯有很多这样的，好像也没有很多，好像一家不两家这样的这个跑车俱乐部，我上次是去跟着那个就是他们那种赛车手是去开过，我觉得感觉就是要把人甩出去的那种感觉，但是跟你自己家里开那个车是完全不一样，当然你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水准去驾驶，所以这种车如果大家能够一起去分享一下这种体验，我觉得应该是一件非常有趣的这个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上次去开也不过就给我开了一圈对吧，有个人带着我溜了一圈，但是这种就是如果可以摸一摸看一看仪表盘上沁两下，我觉得应该更有意思是不是那这个我今天先这个开头的时候呢，先跟大家这个就回复一下大家的问题啊，因为这两天也有人在问，也有这个包括我们农场里面也有人在问说，哎，你会不会去这个上庭作证啊，就是说这个木兰的事情现在搞得大家都很紧张啊，然后因为这个小鱼读过如果那个读了，我们是从第三页开第三天开始读起，其实是应该是第二天的那个 transcript 里面大家应该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法官有把一连串的这个人名有读给这个陪审团听，那么就问他们说，哎，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些人，是不是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些人，那么这个其中呢就有菲菲的名字，那现在就有人来问了，你会不会上庭作证啊，然后当然也有人说，哎，你会不会代表郭先生去作证啊，作为我这个辩方的证人啊，这个到现在为止，首先是说郭先生这边的律师并没有要求我去作证，那我肯定不可能代表检方去作证。这个我理解啊，我理解他的这一串这个人名呢，如果我理解的没有错的话，其实他就告诉你说，这些人可能会在整个庭审过程当中，你会听到这些人的人名。那么我相信如果大家有关心这个卷宗，或者说是看这个我们这个包括联盟台啊还有时间点的这些战友分享的时候，你们也知道说很多我和郭先生一起的视频已经被引作了这个证据。那么法官其实我们前面就跟大家讲过了，法官给陪审团的要求也是说让陪审团知道说你的这个就是你听证的这个要求就是你要没有偏见，那么他就问你
在这个问题当中，如果仅仅针对菲菲这个一个人的话，他就问你，你认不认识这个人？因为如果我在证据当中出现，不管你是对我有好的印象和坏的印象，都会对你对这个案件的理解会有产生偏见。当然你不认识我，那可能就是这个你就没有偏见。当然也有可能有偏见，有人可能觉得，哎，你这人脸太大，看上去我就不喜欢，那可能就有偏见了，是不是？所以但是呢，至少说你作为一个陪审团，你不能提前认识这个人，那么这个可能就是减少这种偏见。但是我没有这个要去这个做任何一方的这个证人。郭先生的这边的律师没有邀请我，我其实如果他们说你有必要要去作证，我是只要我能尽上我一份力，我是愿意的。那么但是呢，可能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我就是没有接到这样的邀请。那另外一方呢，绝对不可能。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件事情啊要怎么看，就是说我现在觉得啊，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现在就小鱼也是啊，你现在也对吧，又会剪视频又会做直播，也越来越多人会关注你。那么当你被关注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你也很高兴，就是这么多人会关注你。但是当你变成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说你会接受到各种各样的质疑。那么我觉得说，就是说我们既然走到了这个台前，那么就是你这个角色你就一定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所以就是说你要，首先你要这个能够习惯被质疑，然后理解对你的质疑，然后学会这个正确的去回应这些质疑。而且呢，我觉得作为一个这个我们希望说以后越来越走向民主的这样一个社会啊，然后我觉得说我们去合理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质疑，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文明的象征。你会合理的，然后这个恰当的去应对各种各样的质疑，我觉得这是一个走向文明的一个象征啊。所以这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此时此刻呢，是在法庭里面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欺骗，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背叛。那么这件事情也让我们觉得说，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们是不是身边越来越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但坦白讲说，经过了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哎，恰恰相反，其实是恰恰相反。当你面对看到了如此多的背叛的时候，反而你会觉得说，在这样危险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一些人我们是真的是可以托付后背的战友。就是说战友嘛，所谓战友，我们为什么叫不叫朋友，我们叫战友，就是你要在战场上是可以托付后背的这样一个人，是不是？那是很危险的地方。那我想就今天在这个我身边的小玉也好，在这个幕后的这个小铁也好，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托付后背的这个战友。所以当面对了很多的背叛的时候，我觉得反而你会看到说，更多的更坚固更牢固的这种战友情会这个出现在你的身边。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更觉得说，哦，什么是这个我们真正的信任。真正的信任不是说你一天两天，哎，我们互相之间看对眼了，然后感觉特别好，我们就马上有的信任，而是在长期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在经过很多的风雨之后，经过危险之后，我们发现说这个人人品可靠，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互相之间的价值观是一致的，这样的人是我觉得是值得交的。而真的是爆料革命，我相信啊，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些小丑，那都是少数当中的少数。而更多的战友，包括今天我们在评论区里面这些默默无闻的，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这些战友，谁也不知道说这些人是不是在背后默默的为爆料革命，为这个真正的中国人的民主和这个一个更好的文明的中国人的社会，正在做着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努力。其实这个就是这些人，我相信他们应该感受到的是说，我们虽然经历了风雨，但是我们找到了真正的战友。所以这是我在这个今天这个庭审之前，不是庭审，这个讲这个庭审记录之前，想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一件事情。
那么挺有意思的。那今天呢，我们是还是不想拖很长的时间，我觉得已经废话很多了。那个就是把对于那位兰博基尼的那个他的达拉斯兰博基尼，他应该是一位财务方面的这个主管的就是辩方律师这边的交叉质询部分呢，和大家来分享。然后分享完以后呢，你会发现说，哎，我们的这个律师果然有一些这个与众不同，很有智慧，很有意思的一个交叉质询。但是呢，大家也看到说，整个辩论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一辆车，而且这辆车我相信在后面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个相关的细节出来。那么就这样一辆车，其实已经把它已经基本上就是来龙去脉应该已经搞得八九不离十了吧。那么谁来问谁做证人，那我来问吧，好不好，小鱼 ？OK。好，那这个好，那么现在呢属于交叉质询阶段，我很荣幸呢假装扮演一下我们的这个辩方律师，来问一下证人。那证人呢是一位男性啊，那他就说了啊，先生您好，这个证人说，哎，你好，那么我就再继续问了，您在达拉斯兰博基尼工作对吗？是的。好，很抱歉啊，我看不到你，这是您是这个负责这单位出售的销售的人对吗？然后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里看不到他，这个我就没有太明白，但是我们还是原文翻译给大家听吧。那他就说，您是这里负责这单销售的人是吗？我帮助办理了这笔销售的文书。嗯，好的，您是否记得有人来看过这辆车，就像你买一辆普通的车一样，有吗？是的。是没人来看过对吗？据我所知没有。嗯，好的，您是说达拉斯兰博基尼每月销售大约35辆这种车，我说的对吗？是。嗯，这个好的，它是一辆日常用车，还是一辆跑车，还是赛车？在汽车界它被称作超跑，所以制造的数量不多，热爱这个品牌的爱好者会购买它。嗯，所以它不是一辆赛车，不是真正意义上跑赛道的那种车，对吧？它是一辆，也不是一辆跑车，它是一辆超级跑车，对吧？超级跑车，所以叫超跑。那好的，人们购买汽车通常是因为开车很有趣，是吗？就购买这辆汽车是因为开车很有趣。好的，然后那个这个检察官就这个说了反对。然后法庭就说反对有效，他因为我猜哦，我大概理解了一下，因为他是问了一个可能假设性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对于假设性的问题，可能就这个答案对吧？我也不懂啊，这个反正就反对了呗，反对了。那这不是一辆日常使用的车，对吗？通常不是。嗯。通常不是。好的，您已经做了这件事做销售这件事情13年了对吗？是的。这是您在达拉斯工作期间完成的众多销售之一对吗？是的。嗯，好的，那么让我问您几个问题，这个关于刚刚检察官向您展示的文件好吗？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 CT39 的一个这个证据文件。他说您认得这辆车吗？是的，这是一辆兰博基尼埃文塔多。嗯，您能告诉我们埃文塔多是什么意思吗？埃文塔多是兰博基尼车型的名称，我们通常叫它公牛，著名的公牛或者斗牛士。哦，这里其实挺科普的，大家看啊，这个因为兰博基尼是个牛的形状，所以他们就以牛的名字来命名。埃文塔多是个哪个牛，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牛，我只知道黄石公园有个牦牛，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们能不能弄个车叫那个牦牛叫啥名字来，我忘记了，那牦牛可丑了。反正它是，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这个名车的车型基本上都以
公牛，就是它好像是那种牛，就是说斗牛士的这种牛，不是说我们马路上跑的牛或者这个吃的这个肉牛，也不是和牛，就是那种斗牛士可能挺有名的那种牛，就是西班牙斗牛士或者是那种斗牛士的这种牛，就可能代表一种力量吧，我觉得可能代表一种。哦，小铁刚刚告诉我们，来小玉跟大家讲讲故事吧。您这现在，小铁刚刚说那个法拉利出的比他早，然后这个兰博基尼看不上人家，然后他就出了一个牛，然后这个牛可以压住马，因为法拉利那个标是一个马嘛，要飞跃的那种马。嗯嗯，好，那这个。看上去这辆车不错啊，好的，这是您，那肯定不错的，你不要嘲笑我，这个好的，您这是您卖掉的那辆车对吗？看起来是的。嗯，好的，您能告诉我们这个车从车从车库出来的这个从车里出来的电线是干什么用的？电线？这是一个电充电器。在车库里维持电池的电、嗯、所以每当客户下次想要驾驶它的时候它都是有电的。嗯，那么如果您每天都在使用汽车，您还会这么做吗？或者您是否是在不经常使用车时才会给电池充电？嗯，情况各不一样。这辆车的情况是即使它是关着的，计算机的系统仍在工作。有很多车主是想让电池有电，所以他们把它插上。好的，您您无法判断汽车使用的频率，对吗？不能。好的，所以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一天的这个质询里面呢，是在之前的对这个 FBI 的探员的这个质询里面，就是说我们上次就讲到了。那个时候呢，检察官给陪审团看到的那张照片是，被掀掉盖子的是那辆兰博基尼的车，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辩方律师呢，实际上拿出来的那张照片是这辆照片在康州的这个房子里面刚刚被找到时候的状态，是盖着黑布，然后呢，插着一根充电的电线。那么实际上那么我们就问他说，当时我们还在想是不是这是一辆电车，对不对？但是后来是知道说这是一根为汽车的电池补充电力的这样一根电线。那么在这里呢，这位销售公司的工作人员呢就告诉大家说，这个法拉利的这辆车呢和一般的车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车你不开，当然我家也没那么高级的车，我相信福特也不提供这个功能，对吧？都是拿个电池蹦一蹦啊。所以你想想看，所以你这个电池，也就是说它这种高级的车呢，它里面的可能电脑系统它一直是在运转，所以如果你不经常开呢，或者说你就会需要往这个上面插根电。当然呢，他也说也有可能有人本身就有这个爱好，就是说喜欢给它插个电，以确保电池一直是有电的。所以呢，在此呢，我们也不能完全推断出这个车的使用频率或者怎么样，但是至少说我们从那张看到的这个找到这辆车的这个图片的时候呢，我们大概能感觉到说呢，至少说这辆车在那个时候谁没事盖那个车罩，我不知道你盖过没有，那个车罩盖起来很费力的。就一般如果正常情况下没人愿意把那个车罩天天拿上拿下拿上拿下，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显然这辆车看上去好像是不太有人用的这个状态啊。好，那么这里也提到了这个充电线，所以那么大概对这个充电线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解释。那么接下来就继续问他说，能否把 CT39 拿下来，然后可以的话请放上 BR460, 那是证据照片啊。然后460里是你从这个检察官那里收到的文件，他做了你的直接问询对吗？是的。好的，他向你索要文件，然后你把文件给他了对吗？正确。
你从没有跟我交谈过，对吗？没有。你从来没有和在辩方桌上的任何一个人交谈过，对吗？没有，没有，女士。好的，我从来没有要求您提供任何文件，对吗？没有。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文件，我们看 CT38。好的，现在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就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就是确切的我们这个律师问这一段话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小鱼，你觉得你听完这一段的这个质询，你得出来一个你自己的感受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哎，这个评论区的战友也可以聊聊你们听完这一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他刚才问有没有跟证人交谈过，就是说他们事先绝对没有就是问过同样的问题，或者就是在答案上做了怎么样，没有。而他的回答是完全就是天然的。然后另一个是本身这个问题也是就是从检方的律师那里直接问询他，就是得到的这个收到的这个文件，所以这个460应该是来自于检方。其实我听完以后，我大概就是会想到，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这个证人啊，有各种各样的，有政府的工作人员啊，然后有一些这个这个曾经的这种这个 follower 对吧，也有这个曾经的雇员。那么我们通常看到像或者说像类似这种销售之类的，他对于他曾经的一份工作当中的一个工作环节作证，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出他好像有什么刻意要隐瞒的地方，对不对？至少说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表情，但是从他现在目前为止的描述，我们没有看到他好像有什么刻意要隐瞒的这些地方。那么作为辩方来说，坦白讲说我也有权利去向这个，我认为啊，他应该是有权利去向车行去索要一些文件的，是不是？毕竟是车是从你这边卖出来的，那他其实也有权利去索要一些文件。但是他没有去索要这些文件，是因为说他觉得 我不知道，我理解，我认为说其实就是很坦然嘛，这件事情很坦然，我不需要去了解更多的事情，这件事情 A 就是 A,B 就是 B, 没有什么可以遮掩的，也没有什么可以事先做准备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就像小鱼讲的，就很 organic, 就很自然的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所以没有什么提前做准备的这些东西。所以 so far, 就到现在为止，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就是我理解是这样一个意思。也许是说可能会为下面一些其他的事情做铺垫，但是我理解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什么刻意的东西在里面，至少是这样，对不对？好，那他接下去呢就是看下面一个证据，那么看 CT38, 那么说所有这文件都与这辆车有关，对吗？是的。好，那么他说检察官问了 你一些关于这辆车这种类型车门的问题，对吗？是的。这是剪刀门，对吗？是的。这有什么意味吗？我的意思是说它只是一扇门，对吗？然后直门剪刀门。在兰博基尼上，然后这个时候检方就打断了。法官那个检方就反对，那么这个答案就是说他还是回答了，您回答吧。对，对于兰博基尼这是特定车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埃文塔多。这只是一个噱头，对吗？不一定是噱头，就是在特定的车型上有的一种门。好的，这辆车上有一个被叫做 VIN 号码的，对吗？是的。VIN 号码是车辆识别号码，对吗？是的，女士。可以这么说，每辆车都有一个 VIN 号码，对吗？是的。Subaru 有 VIN 号码，是吗？是的。福特有 VIN 号码，是吗？是的。那么这与这辆豪车相比，如果我只是去给我自己买了一辆普通的这个旧车，它也会有一个VIN号码，对吗？是的，会有的。好的，所以这辆车的VIN号码没有什么特别的。没有，只是这辆车的识别标记。好的，挺好。然后这个我们看到了啊，这里我总结一下，这里他就说了，就是说这边的辩方的律师
想表达的是说，这就是一扇剪刀门，也就是一个零号码，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听上去是不是这意思啊，小鱼？没啥，没啥了不起的，没有特别啊，没有特别，就是一个剪刀门。但是销售告诉他说，不啊，这个东西，是艾文塔多上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门。哎，对，好，那继续问啊，继续问。好，请让我们看一下295GC295，如果可以向下滚动的话。然后他又问了说，哎，这些是您出售这辆车时的电子交流对吗？啊，您还在滚动吗？看起来像是从 Max 到很多人。然后好吧，而且您从来没有您作证说你从来没有和这个Max 说过话对吧？没有，没有亲自见过面，只是通过电子邮件。好的，您只是来回发电子邮件，因为您希望销售顺利进行对吗？是的。你也是这也是您做经销商的原因之一对吧？你想把车卖出去。没错。这辆车的销售没有任何不愉快的事情是吗？没有。当你出售这辆车时，你没有捕捉到任何预警信号是吗？没有。好的，您在直接作证时说到一封邮件说是 Proton 对吗？就是邮箱是 Proton。好的，您从 Gmail 收邮件对吗？是的。好的，您从这个雅虎收邮件对吗？是的。从 Proton 收邮件对吗？是的，有时候。好的，所以它就像任何以前的电子邮件一样对吗？是的。好的，您也作证说不是吗？关于一个顶级密码对吗？是的。好的，那么这个绝密的那个密码，我们也今天公布一下，那个绝密的密码叫什么呢？叫12345，对吗？是的。啊，因为这个绝密的密码是这个他上一次这个检察官这边作证是，其实是就G Club 提供的当时这个可以授权人。的那授权购买的这个人呢，他的这个护照号码，所以那个护照号码呢，他们给他加了一个叫做绝密的密码，就是这个很高级的那个密码。那这个密码是多少呢？就叫12345。所以，然后，那么其实这里啊，就是说，因为这个 Proton 呢是一个非常号称好像就是加密的一个邮箱，那么这个邮箱呢。可能好像就会感觉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你要用一个加密的邮箱。坦白讲说，其实这个销售他也作证说他也有时候会收到来自 Protonmail 的这个邮件。那么我们作为战友呢，其实一开始是没有 get 到这个梗的。你因为不能理解这个梗，因为我们一直都是提心吊胆，连菲菲的手机都会被黑掉，里面都是我儿子女儿什么时候去上课的信息，我不知道他们黑了干嘛，对吧？但是就是这样的情况都有人要有兴趣来黑，所以你要想到说，就是说这个我们实际上真的是要对这个，就对于这种被黑啊这种事情就感觉说很恶心，所以呢用一些加密或者说我们自己感觉啊相对比较安全的东西呢，我们是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可能这样一个我们作为爆料革命战友，天天跟这个共产党开骂，我也不知道他们听到没听到啊。但是我们跟他们天天开骂的这些人呢，那么我们觉得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就是说，可能对于普通的美国 New Yorker 他们这些纽约人来说，可能就不一定觉得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所以，这个辩方律师在这边就是想跟大家解释清楚说，这是一个其实再普通不过的一个邮箱，并没有什么特殊。那么听上去很特殊的东西呢，也可能非常的频繁，对吧？比如说这个超级密码叫做12345，所以这是这一段的梗啊，这一段的梗呢，我们把这个梗再继续往下捋一捋啊。那这个好，他继续说，他说好的，若能把这个文件拿走，请显示295，然后往下滚动一下。这些电子邮件是你们之间互发的，到9月份对吗？然后这个
辩方的这个检察官就说了，他说法官我反对，我认为这个辩方律师询问的是另外一份文件，不是现在向陪审团展示的，这个我们就没看到这份文件，不知道。那么这个辩方律师就说，哦，我想放的是460，那么谢谢。然后法官就问说，这是不是正确的文件？然后这个检方就说，啊，是的。然后他们就说到了是第19页到22页。好，那么辩方律师就继续开始问哦，我们从19页开始，你看到那封电子邮件说 ，Hi Max， 我有巴拉巴拉巴拉。然后辩方律师就说了，这是就是这儿，谢谢。我们已经签署买家订单的副本，对吗？他问他，是的。里程表和经销商重新分配表格，对吗？是的。顺便问一下，大家听好啊，顺便问一下，今天坐在这里，您还记得您卖的这辆车是二手车吗？它是一辆二手车。对的，所以你说的二手是指它之前被使用过，对吧？是的。嗯，这不是一辆全新的兰博基尼，对吧？不是。好的，这是一辆二手车，正在转售给其他人，对吧？是的。嗯，好的。今天坐在这里，你知道那辆车有多旧吗？是指在那个时候吗？是的，2021年，所以这是兰博基尼2021年款。我们他是说然后那个就是检察不是辩方律师就说是的，然后你继续回答吧。然后这个财务就说2021年，哦，那所以这是兰博基尼的2021款，我们2021年卖掉了。嗯，好的。那么在此之前这辆车有几位车主呢？您知道吗？我不确定。您是否知道不止一个？有可能。嗯，好的，您并不知道，对吗？可能是一个、两个、三个，您不知道。对的。好的，对此我深表歉意啊。然后这个因为他重复问了，然后他到目前为止电子邮件链即2021年10月19日，对吧？有人给你一个地址，你是否把这封电子邮件看作告诉你把文件或车寄到哪里？嗯，是寄 title。 好，寄送 title 是吗？是的。好的，你把 title 寄到了该地址了吗？我不知道，我的产权书记员做的。好的，你知道64街162号有什么吗？不知道。你知道那里是什么企业吗？不知道。你知道谁在那里工作吗？不知道。你听说过一个叫郭文贵的人吗？听说过一个叫郭文贵的吗？没有。好的，然后他继续滚啊，他说有一个关于护照的讨论是吗？是。你拿到了护照的复印件，您有拿到吗？有。好，先生，您为什么需要护照？提供购买这辆车的代表公司签字的人员身份证明。好的，您拿到护照复印件，对吧？是的。当然，您做了一切必要的事情来验证那是正确的护照，对吗？是的。好的，然后这之后，然后这个是他又问了，他说您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询问您是否可以协助运输，然后他们说可以提供运输帮助，对吗？是的。好的，当您运输车时，你会在清单条件全部被满足后才把车运出经销处，是吗？是的。您想确保所有权正确转让，对吗？是的。嗯，注册也就是说是车辆登记注册，就跟如果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就是中国的你到车管局去登记注册这辆车啊，这个车是谁的谁的谁的，那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注册是吗？是的，我们不对现金交易进行登记，但我们确保所有权转让给了正确的买家。好的，您还想确保买家有驾照是吗？嗯，不一定是驾照，只是身份证明。好的，所以您想确保这个车会被恰当的确认，对吗？是的。
您确实这么做了，对吗？是的。好的，您在做完所有步骤后，你把车运到他们告诉你的地址，对吗？是的。今天坐在这里，你还记得这辆车最初应该去另一个地址吗？嗯，没有。你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好，那么车去哪儿是否也决定了这个汽车的保险费用呢？好，我们先这里打住一下，我们其实到这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他在解释给这个陪审团听，坦白讲说，你做了正常的这个所有的确认程序，也就是说这个车是给到当时这个你确认过护照的那个人，然后他所代表的公司，他是真正的这辆车的实际的这个产权所有者，在买车他当时转让这个 title 的时候，也就是说从他们公司转给了这个买家。那么他做了所有的这些确实的登记，而且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所谓叫做郭文贵的人。那么也就是说，事实上说就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是说，他想跟这个陪审团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销售他连就这个还不是销售啊，他是专门负责文书的这个人，也就是说他是要确实的知道所有的信息都是准确的，也就是说这个负责文书的人他都没有听到郭文贵这个人，你现在怎么能认为这辆车就是属于郭文贵的，是不是？这也忒牵强了，是不是？你这忒牵强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解释了很清楚了，你就拿到的是 A 的护照，然后车是卖给 G Club， 然后呢后来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又是这个后来是转给了另外一个人，但这个都跟郭文贵都没有关系，你们为什么都要说这车子从一开始的时候，而且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可以感觉这个检察官就认为说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车就是给郭文贵的。那我就觉得这个郭先生也哎呀，这个是不是太有魅力了，什么东西都要给他，好吧。然后后面那就后面讲到了，他说但是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当中有一个另外的地址，这就不知道了，但我们不得而知。那么他现在说他不记得有这样一个地址，那么或许以后会有一些其他的信息出来。那么好，那这个我们继续问啊，他说好的，那么车去哪儿是否也决定了这个汽车保险的这个费用？汽车保险的费用是这样，运输公司当我们为客户提供安排运输，我们想确保运输的公司 A 熟悉运输的这种车辆的保险价值，并确保我们有足够的保险来保障客户，如果在运输的过程中发生意外。好，是的，但这是运输部分的保险，对吗？正确。好，作为一个从事汽车行业13年的人，您同意我说的吗？你听好，每个州对维护汽车的保险都有一定的费用支出。我有点熟悉。嗯，有些州比其他州更贵，对吗？有可能，是。但，保险取决于汽车是否放在车库还是停在街上，对吗？然后辩方的律师马上就反对了，他说法官我反对。然后这个法官就说反对有效，证人说他模糊的知道，他这里用的就是英文叫做 vaguely familiar， 就是他大概知道的意思，就是他大概知道，他因为他是卖车的，他不是卖保险的，但是呢就卖了13年的车的人，他其实是对保险理论上讲所有的客户都会去问他的，就是说都会去咨询啥啊，我这个尤其如果是因为你想想看，卖车的人他一定会经历过很多第一次在美国买车的人，他都会问他我接下去的保险应该怎么上啊，是不是在哪里买啊，甚至会要求车行提供一些这个保险经纪给他，那他会推荐给你说哎，你在哪个州，如果说你这个全美都比较通用的，他会告诉你说哪几个保险公司哎，那都比较合适的。所以他们不说完全知道保险的细节和条款，但是呢他们至少说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的。
那么这个辩方的律，但是呢他那个法官呢还是就是说在法庭上就要求很严谨，因为你讲了可能就会被被陪审团采纳为证据，对不对？所以呢那个叫什么法庭就说了，法官就说了，他说反对有效。那么他说这个人呢他只说他大概知道这件事情，那么辩方的律师就说法官他可能知道答案，那么法官就说了有这样，如果他有这样的这个理解他可以回答，就是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他可以回答。那么他就继续问了，他说你知道各州的保险费率是否不同？不知道。你知道如果把车停在街上相比把车放在车库里是会不同的吗？这取决于保险公司。好的，然后他说挺公平的。好，那么这个就是辩方律师就说了，请给我504号，好吧，是然后他说当你准备发运车子时有人给你一个地址对吗？我没有地址，我有一个销售助理实际上为我们的经销商提供运输服务。嗯，好的，所以一旦你把车卖掉就有其他人来接管以确保车到达他应该去的目的地对吗？是的，通常是销售人员和我们的销售经理销售助理。嗯，你知道二手车的标价是多少吗？二手车的标价？嗯，是的。嗯，可能会有变化。您知道这辆车的标价是多少吗？嗯，在这个例子当中，兰博基尼埃文塔多全新2021款的建议零售价为65万美元。嗯，然后我看看现在这里是还是交叉质询对吧？好，然后65万美元。好的，您并不知道这辆车在拿出来之前它在停车的这个地点停了多久对吗？不知道，不知道具体的，我可以查一下，但没有很久。当你和这个叫 Max 的人互动时对吧，他告诉你或至少告诉你办公室的人汽车要去哪里对吧？是的。您知道 Max 是 G Club 的对吗？是的。他代表 G Club 与你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对吗？是的。从电子邮件中你可以得出结论 Max 知道这辆车要去康州对吗？是的。好，这个法官大人你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嘛？然后法官说可以，然后他们律师有一个商量，我不知道商量什么，这里没有记录。然后他说在确定最终价格时你是和谁谈的？我没有和任何人谈。好，抱歉我打断你了，通常情况下销售人员这个他可能要继续说下去。嗯，对对，然后他说他没有和任何人谈过，他说通常情况下销售人员和客户商议价格。嗯，所以你不知道 Max 和销售人员在达成最终价格之前来回商议了几次对吗？不知道。您不知道这些谈判持续了多久对吗？不知道。你知道这个 Max 或来自 G Club 的其他人在车发货前是否有检查是吗？我不记得了，有可能。好，然后这个辩方的律师就说了，他说法官大人我没有其他的了，谢谢。但是呢今天的节目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中又有一个直接问询了，所以检察官呢听问到这里，嗯，我也得再问两句，那就再问两句啊，再问两句。好，那现在呢就不是这个辩方律师了，就是检察官来问了啊。小铁给我脑袋上已经标签重新贴好了。好，你怎么知道是我问呢？难道不能换小鱼问吗？好，来问了啊。他说，嗯，这个检察官就问了啊，先生啊，您刚才被问到了一些问题，关于这个兰博基尼在停车地，停车，兰博基尼在停车场有多久？你还记得这些吗？是的。您说时间不长对吗？嗯，您还记得去年的是的。您还记得去年的销售量吗？兰博基尼达拉斯在2021年这段时间里。嗯，2021年的秋季
显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汽车的销售在自动进气发动机，就这样，埃文塔多的销量，埃文塔多的销量很疯狂，因为兰博基尼宣布他们将开始做混合动力发动机，因此收藏家和喜欢这款车的人都会尝试去购买它，即使他们购买的价格高于原始建议零售价。嗯，你提到这辆车的建议零售价是多少？大约65万。好，然后这个他又让他的助手，检察官让他的助手，如果我们能拿出第二页的政府展品 BR460， 那么关于这款车的最终售价，这辆二手车的最终售价是多少？未付余额为83万2000零七毛，应该是7.5毛，对吧？7.5毛，对。嗯，这比制造商的价格还高出20万美元建议零售价，对吧？是的，这是一辆二手车，同一年最终卖给了 G Club， 对吗？是的。然后他说，这个他让助手啊，我们能不能把镜头拉远一点，然后向左看看这辆车列出的里程数，它在销售单位的左上角描述。那么这个他又问了啊，这位先生，这辆车当时行驶多少英里卖给了 G Club International？ 317英里。嗯，然后他说好的，然后让他镜头缩小一点，然后再次回到卖家和买家的顶部列出的名字，然后这个就说了啊，你在交叉质询当中作证说你不认识一个叫 Miles Guo 的人，是吗？是的。你知道 G Club International 当中的 G 代表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好的，然后那个就是检察官就说，法官大人请稍等啊，他们又去商量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说啊，没有进一步消息的。然后这个他就说他没有什么继续要问了，没有什么继续要问了。所以其实问到这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就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有意思？这个听上去呢，前面的这个辩方的证人，辩方的律师呢，想说这是一辆二手车啊，你记得啊，这是一辆二手车，对不对？这是一辆二手车。然后前面可能不止一个所有者，对不对？可能不止一个所有者，前面不止一个所有者，是不是？大家想想，他在这个车库里面，你也不知道停了多久，也许很久，也许不久，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他是这个意思。那然后检察官就突然之间说了啊，你看好这辆车，他给你提了几点，大家再回忆一下刚刚的整个交叉质询里面他提了几点。他是说这辆车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在疫情期间很疯狂的被抢购，对不对？销售很好，建议价65万，卖出价83万，当中多出了20几万。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有传说说兰博基尼要把它的引擎变成 hybrid 的，就是油电混合的这种。那么油电混合的这个车和电车，它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啊，就是这种机械的这种状态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吧？这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懂车的人，我或许开不出来，但是尤其是到了这么高级的车，甚至是，对吧？刚刚我们也解释，这是超跑，那么肯定在驾驶的感觉上面是不一样的。你说这个 Birkin 的包，哪怕换个扣子，对不对？那都可能是这个差价老大的。你别说一辆车把它的心脏给换了，对不对？这个发动机那就是车的心脏啊，你把它的车的心脏给换了，而且可能你现在换心脏的时候，这就是个绝版啊，所以这车就变得特别抢手。然后呢，他还告诉你说，这辆车卖出去的时候才300多迈。大家都知道，一般就是说，在这个车行里面卖出来的二手车，一般情况下，这个4-5千迈都是正常的，就是说它都是一个开过的一个状态，对不对？一个4-5千迈都是正常的。他告诉你说，这辆车才300多迈。所以说几乎等同于新车，因为你哪怕是在试车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跑掉一些公里数，对不对？你也会跑掉一些公里数。所以这辆车才300多迈，他就告诉你说，哎，这辆车是特别新的车。所以他就告诉你说，
这辆车是一辆很有价值的车，那到底他们想说什么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啊，那就会很有意思了。然后这个关键我们刚刚那个律师为什么问了一半就停了？那你问完就问完了，你干嘛现在又来问呢？对不对？你又来问了，那问完了，好了，那又来问了，那问了他就说卖掉的那辆兰博基尼是这个红色的吗？然后回答吧，是的。好，那几乎是一辆收藏车，对吗？是的，有可能。嗯，这实际上是一项投资，对吗？然后检方那个检察官就是反对，突然之间觉得，怎么这话题被我自己引到了这是一辆收藏车的概念上了？你要，我不想多做解释啊，大家自行去理解一下。就一开始我们说啊，这对吧，它就是辆二手车，然后突然之间检方觉得说，这不是一辆普通的二手车，这是一辆很值钱的二手车。然后突然之间等他自己说完以后，然后辩方律师就说，对啊，这是一辆很值钱的二手车，相当于一辆收藏车。大家明白了这个起承转合吗？因为我不想过多的解释啊，反正能理解的就能理解，不能理解就不能理解。小鱼你理解了吗？你理解了吗？他这里是应该到了那个 recross， 就是那个检方问询了一遍，然后又轮到辩方施洛夫女士，然后他就把这个收藏的这件事给提出来了。对了对了，其实也就是说这不是我说这辆车很有价值，是不是？是你检方问出来的，这是一辆很有价值的车啊。那继续啊，他说那个叫什么这个他就说这个实际上这是一项投资，对吗？然后检察官马上就反对了，反对。然后那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辩方律师就说，那就把他拿他把他拿出来了，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这个法官就说反对有效，然后就问了，那这个检方就继续问了，他说价格比新车还高，对吗？为此你已为这个检察官做过证据作证过了，是不是这样的？然后辩方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价格更高？那是因为它是兰博基尼里面，就是在兰博基尼的这个里面非常流行的，当时很多人都尝试购买这辆车，这种车。他们要改变型号了，是不是？他就意思说兰博基尼要改变型号了，你在直接问询中证明了这一点，那发动机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混合动力的，对吗？是的，最终会如此。是的， G Club 购买的型号的价格只会上涨，因为他们将停产这样的兰博基尼，对吗？然后检察官马上说反对，然后这个法官就说你可以回答，有可能。好，那就继续问了。你在直接问询中作证说，如果价格上涨，人们会为之疯狂，他们想收藏这个型号，是吗？是的，这会有些风险，但是有可能上涨，当然也有可能下降。是的，但这就是人们购买它的原因，对吧？是的。你作证说当它从停车场新鲜出炉，每个人都认为这将是一个收藏品型号，对吧？又反对了啊，马上又反对了反对了。然后那个就是法官就说了，那个他那是对他证词的这个误述，他认为说反对有效。好，那么就重新问过，他说疫情期间人们一直在买它，对吗？然后继续反对。那么法官说这个反对有效。那么他那个我们的这个辩方律师呢再继续问，换一种方法问，他说疫情期间销量有上升，是吗？销售额是的，销售额确实有上升。是那个红色的型号吗？还有很多其他的车型。是的，但是红色模型包含在销售上升里，对吗？是的，这是兰博基尼的稀有车。确实如此，谢谢。
然后这个辩方律师就要求把那个再放大一些，他说你能看到左边的销售单位的描述吗？是的。上面说的是二手对吗？是的。好的，销售员的名字是D 先生，这里这个检察官让你读的邮件中相关的人对吗？嗯，正确，是的。他就是完成这笔交易的人对吗？对的，他是与客户谈判的唯一联系人。嗯，好的，如果能缩小并显示文件的这个下一页，然后他就问，这个页面显示的只是汽车的平均销量，然后还没问完，然后检察官就反对，我反对，超出了这个询问的这个范围，那么法官就说啊，反对有效。那么他这个辩方律师继续问啊，开出停车场的那辆车有保险对吗？有可能是。好的，他是送到康州的对吗？马上又反对，反对有效。然后呢，这个我们这边就说啊，我今天就问到这里了啊，问到这里了，谢谢。那么法官就说啊，先谢先生，你可以出去了。那么证人呢也谢谢法官，所以整个这个听证就听到这里。其实我们从后面的这个交叉质询当中，我们稍微再总结一下。首先是说，小鱼，你可以看到说这辆车是个二手车，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从这个一开始，我们听到我们自己也会理解说，一开始我是理解说，是不是二手车就会比较低价一点呢，比较不值钱一点呢，是不是？好像是这个样子的。那么通常呢，我们也会认为说，但是呢，后来这个检察官的质询当中呢，帮我们解释清楚了，这辆二手车和别的车呢是不一，别的二手车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家那辆车呢，放到如果开了，不管你开多少公里，只要你买回家再卖出去，你一定是跌价的。但是呢，这辆兰博基尼呢，它是前面都不知道转了多少个这个车主，然后再在市场上去卖出去的时候，这个价格呢不但没有跌，而且是涨了。那么这个涨呢，到底是因为说，我觉得他们好像想要说，这个此人花钱眼睛也不眨一下，对不对？所以他就涨了20万就随便买啊，就买下来了。但是呢，这位这个做财务的人员呢，他并不能作证说有没有去谈过价钱，对不对？他没有和这个购车的人去谈过这个价钱，因为他也不知道对方有没有去谈过价钱，他不能对此作证，是不是？那么也有可能这辆车实际上说是已经经过了好几轮的这个谈价，那最后才以这个现在所谓的80几万的这个价格成交的，是不是？那我们肯定跟销售肯定要谈价钱啊，对不对？那可能经过了多轮的这个讲价以后，这辆车还是高出了这个，就是他的当年的，因为他2021年的车，2021年直接就加了20万，那么还是高出了这个2021年的这个价格。那么从后面他自己的这个作证，包括我们这个交叉质询当中说，这辆车的价钱非常有可能在后面几年，它不是说是会跌价的，而是会是增值的。也就是说，你买了这个东西，你不是说是一个贬值的东西，只为了图一时高兴，只为了图一时的新鲜，我买回来然后这个东西就是贬值的，而实际上说这个东西可能成为一个类似于像这个投资品一样，一个收藏品一样。那么在那个年份，尤其是说像爆料革命，你想想看，从2017年到这个现在的2024年，其实每一年都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年份，对不对？那么你在当年买到的，我们 G Club 是不是2021年成立的？我也不知道，我感觉我这有点。所以说你在这个年份买到的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坦白讲，我觉得是有纪念意义的，是不是？那么你再加上这个车本身它自己的这个非常特殊的属性，就不是一个，就他要解释给陪审团听，这个不是一个玩具。就是说，比如说你一个，我从 Toys R Us 买回来一个玩具，或者我从 Target 买回来一个玩具，第二天就粉粉碎了，那这个东西就不值钱了，是不是？它是一个既可以是玩具，也可以是一个收藏品，而且可能可以成为一个
有升值价值，而且它升值的概率还很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在此其实是有想讲到是这样一个意思。那么更重要的是说呢，就是说他其实在这里面也反复解释了这个所有权的这个关系，这个所有权的关系跟郭先生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是我这自己读上，我也不知道，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可以自己来听一听啊。我到现在为止的理解，我不认为说这个车跟郭先生有什么关系，哪怕这个车是停在这个郭先生在康州的这个家里。因为经常说，就你想想看，这个极 club 在这个本地，它可能没有一个特别合适停这样一辆车的一个地方，因为这是一辆很价值很高的车，你这个停了一不好，你这个是要弄坏掉的。其实我有个朋友，他自己回国了，他把他家那辆很贵的车停我家里，我头很痛的，你知道吧？我是头很痛的，但是因为他是我朋友，没有办法拒绝，所以我给他足足停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是很烦的，你知道吧？所以给你停车的人，有时候是迫不得已，你不要认为说这辆车停他家里，他就觉得哦，这辆车就变成他的。然后其实有可能他是，就是说，其实他不是说是这辆车停他家里，他家车库不会长金子出来的吧？不会说因为这辆车停家里，关键是不是开个展览什么的，让大家来看看啊，观赏一辆车，门口对吧，放个保安，然后收个门票什么的，看一次5块钱，那这个车停家里是有能够创造财富的，他不能创造财富。那坦白讲说，他家也挺贵的那个房子，哎呦妈呀，是不是？你说他家也挺贵的那个房子，你说每寸土寸金吧，你说停在那边，我不知道 G Club 有没有付租金了，你说是不是？你找个很贵的地方，就是说你要有安全，有能够确保这辆车还能充电，那电费也老贵的吧，是不是？你这么大个房子，你知道美国的电费都是分级的，到了那个一定级别的，那都是最贵的电费，多出一度电那都是很贵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他要给他付电费，又没有收停车费，现在反过来还说这车子是他的，他把人家车子给侵吞了，他又没开，你说这玩意儿真没法弄。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好人不好做。小鱼，你说你自己聊两下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用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很多事情能用常识来解释。你就好像因为之前检方就是说，哎，你为什么寄的这些文件是到纽约，而你这个车运到康州，其实最后就是这段证词里面他就是这个施洛夫女士她就有问到，她说的是这个电子邮件链里的这个最后处理的这个人，就是他有把这个地址发过来对吧，就是说他这个邮件链里面应该是有很多人，而且他这个寄送到康州首先也不是什么秘密或者要遮掩的东西，那你在这个电子邮件链里面的所有人，你不管是就是寄送的或者是你那个艾特的人，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然后另外一个是，就好像我们平时在亚马逊买东西，就是你在填地址的时候，一般亚马逊都会问你，哎，你是不是要 the same as the billing address， 是不是跟那个你的信用卡上地址一样。那如果我的信用卡地址，比如说我有很多住处，或者是我有这个我现在在外地出差，我需要买这个东西然后寄送到那个地方，或者是我现在这段时间我在这个区域工作，我想寄到我的办公室，那你能说我的这两个地址不匹配，他把这个账单寄到我家或者是一个什么地方，而是把东西寄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这个就犯法了吗？或者就不对了吗？我觉得这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件事，只是在这件事情上，这个是一个兰博基尼，而不是那个一个亚马逊普通那个包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就觉得很好奇，之前那个检方就说，哎，他一直很强调这是一个剪刀门，然后问了很长时间。我今天其实在那个看的视频的时候，我就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下，就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那个车的车门，就是跑车的车门它不是两个嘛，左右，所以它没有后面的车门，所以它那个前面的车门就非常的长。你想象一下，如果这辆车不是剪刀式向上扬起的，他停在纽约的街头，然后他开了门之后都会把那个门打到那个车道上去，他就会变得很宽，就是你从实用的角度他也不合理，就是他往上走的话他会比较省地方，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纠缠于我，就是买的是这个二手车或者这个车的价值，其实就是大家如果稍微去看一下的话，这个车真的蛮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最后这个车它会价格这么高？你比如说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其中之前就是问询里也有提到说，这个证人就说以后不会再有这种，就是完全的，叫做纯燃油的 V12 的这个车，这个引擎，就是它在这个之后就没有12缸引擎的车了。而这个车的产量呢，它是硬质顶棚，就是不是这一款，但是另外同样类似的就是 parallel 的一辆车，硬质的顶棚的限量是350台，然后敞篷的限量版是250台，它是这个叫是埃文塔多的收官之作的一辆车，我觉得它这个出的还比它之前出的其他的车子要更多。你像它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50周年纪念款，它只出了100辆车，也就是说，比如啊，菲菲姐，我开了一辆福特，然后我朋友看见我开这辆车，觉得哎这个挺好的，那我朋友现在就可以跑到福特去，然后买一辆同样的车开回家。但是兰博基尼可不是，它只有这么多台全球，而这些车可能在刚出的时候就已经卖走了。如果我朋友看见这辆车他觉得不错的话，他可能就要去找已经买到这辆车的人，或者是找这些 dealer 去这些经销商，然后去帮他去找车，然后再去买车，你可能还要商议价格，所以它跟我们生活中遇到这种普通车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说，你不能拿就是我吃炸鱼薯条的这个标准，然后来去看蓝旗金枪大斧的这件事。对，其实这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 vintage 的东西，就是古董车，实际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古董车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自己理解，我觉得说其实就是买了一个像类似于像一个收藏品纪念品一样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感受到的，其实在这个车上感受到的，其实不只是我觉得郭先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那个年代当中的这个造车水平的一个比较高的，几乎是最高的一个标准。那么这理解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和你去挖那个三星堆一样，对不对？你挖出来的是在那个年代里面的这个科技的这个或者说锻造水平的这个最高水准。那么大家都会想要去探究说这个随着时间，因为 G Club 不是一个我们普通形式的这个 timeshare， 对吧？我们弄一个什么东西大家怎么样弄一下，对吧？不是的，是我们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中国人的文明，一个社团。那么在这个社团里面，我们的文明是怎么样去建造出来的？文明是通过一段一段的视频记录下来的这一群人的生活轨迹。那么也需要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物件去记录下来这一个时间段的，因为你不要拿眼睛看到鼻子的这个眼光去看，你应该是说我到20年以后、30年以后，甚至100年以后，这辆车如果仍旧留在 G Club， 你可以看到当年的2021年的造车界的几乎最高的这个水准，它是一个文明的象征，对不对？你要研究这个引擎，因为如果它下一代就变成 Hybrid， 那它几乎是这个汽油发动机的可能是最高水平了，而且是末代汽油发动机的这个最高水平了。所以我是这样来理解这辆车它存在的意义啊。我不知道陪审团能不能 get 到这一点，但我是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我是理解到这一点的。因为坦白讲说，郭先生根本没时间开车，他也没机会开车，也轮不到开车。我甚至怀疑他会不会开车，我甚至怀疑他有没有驾照，他是不是拿了一张。我很难想象他怎么去拿一张驾驶执照，因为在美国的话他不能拿随便拿他的这个中国驾照开的，他这么长时间他不能拿着他的中国驾照开，他一定是要去考驾照。那你一定考驾照，你不可能让一帮，你要到 DMV 去的，你不能让一帮保镖围着你去 DMV 考个驾照，就不中的这个，我觉得。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其实是真的是为了爆料革命牺牲了很多。那你想想看，这辆车于他本人来讲，他就玩过这么多东西的这个人，其实坦白讲这种玩具，你过了这个年纪，你其实不需要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更大的意义在于
一个分享，一个就是一个传承。这是我对于这样一个玩具的一个理解啊，因为你拿那些土豪的眼光去看是不一样的，他是 show off， 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去，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也不会去闹革命啊，他不敢啊，他敢最后进这个 MDC 去溜一圈吗？他不敢啊，他敢在法庭上跟大家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出来吗？他不敢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不一样性质的人和不一样的这个事件，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陪审团能不能 get 到这一点，但是我是在经过了这个辩方律师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讲解以后，我 get 到了这个点。另外一件事情是说，其实有一个刚刚还讲到了这个保险的事情，我不知道加拿大是什么情况，在美国你停在家里车库里的车和你开在这个马路，你要在马路上行驶的车是保险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我现在觉得说，我们这边的律师如果能问出这个问题，那么可能会给你看到的是说，这个车的保险就是停在车库里面的这个保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兰博基尼这辆车本身车价很贵，所以它的保险很贵，可能为了节省成本，我相信因为它本身大家我想象当中这辆车可能真的就是不是一个经常开的车，就是说它就是放在这边以后，因为现在时机不是很成熟，你又有坏蛋啊这些东西的，对吧？这个这么多坏蛋，对吧？你看到这么多坏蛋，所以肯定不适合说现在就拿出来跟大家分享。那么你在这个保存阶段，就这种东西保存起来是很麻烦的，那你肯定是尽量想要节省这个成本，所以我是可能猜测这辆车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停在车库里的这个保险。为什么我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有朋友，他就是喜欢搞这个东西，他自己在家里他把一辆车给拆了，然后但是呢这辆车还是要买保险的，但这个保险呢就是跟他其他开在马路上的车是保险价格是完全不一样。你会要告诉 DMV 说，我这辆车我是不开出去的，我就是只买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保险，但你必须要买。所以这个你这个在 DMV 的登记，包括你跟保险公司的这个买保险的这个状态全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以后我们这边拿证据的时候会拿出来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今天我看看还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东西想要分享的，小鱼还有吗？最后就是想说，其实在看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 G Club 它是一个我们希望是一个新中国联邦人共享资源的一个地方，然后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机系列全部都是小 baby， 那我看到第一个共享资源的人就是郭先生还有他的家人，然后也看到了他们共享这些资源，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 G Club 的会员，但是他们已经共享了他们的资源，而且他们因为共享了这些资源而遭受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各种各样的污名，各种各样的误会，然后就像菲菲姐说的，在地上被揉搓揉搓揉搓，全部字字句句都写在这个庭审的这个记录里。所以我觉得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自己也更了解就是这件事情是怎么样，我觉得也是就是大家彼此之间更加了解的一个过程，然后一个建立更深刻的感情连结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真的很感恩每一天都参与在这件事情中的点点滴滴。好的，那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我们今天要分享到这里差不多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呢还是会是这样顺着顺序一点点的事情，把这个庭审上大家应该知道的，我觉得作为投资者，作为 G Club 的会员，作为每一个跟随者，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我们每一个细节都了解清楚。所以这也是这个郭先生最希望这个战友能够看到的、理解到的。那因为很多事情在以前不方便说，现在借着法庭的这个机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和战友去讲述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再接再厉，对吧？下期节目再见，感谢所有战友的这个陪伴，那下期节目再见，拜拜，谢谢大家啊，拜托了，要把庭上怎么证明媒体是第一力量，让战友们一定不要掉入了陷阱，你所说的话，你的行动，你这不坚持微针不破，有天你走上法庭，你就会成为灭掉你的证据。还有所有的人在庭前问话都不认真胡说吧，包括我们所有被对方给攻击的都是在庭前问话，
啊，法律上有一句话，美国的听前问话很多人不重视，包括我，我就犯了很多的毛病。庭前问话啊，你可能他不会帮你赢，但他绝对可以让你输掉这个案子啊，这就是一个结果。所以他可能不会让你赢，但他会让你输掉这个案子，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想。还有很多人想找个证人来证明你是正确的，证人帮你赢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是证人让你彻底输掉的可能性非常大。这就是你看到亲民贼每次都把熊献民上去当证人去，然后杀一刷拱当证人去啊，就这些他们说的话关键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说假话就完了。所以郭宝生夏夜良全输了，还有很多上的假证人全输了。要我们就不要这什么证人，因为你真的就是真的，法庭一定要相信法官是正义的，不管你喜不喜欢法官，法官喜不喜欢你，你一定要相信法官，你一定要像那个庭上的法官，这是唯一的你做的正确的选择啊。第二个就是绝对别造假，什么证据啊假证人的，你千万别玩这个，玩这个就是纯粹找死去了。法官的工资一年10多万美元，最多15万美元，他每天坐在那会儿7-8个小时，像我们在那个郭宝胜那个夏一良案子一样，一天人家老头10几个小时，80几岁了，连审5天，10几个小时。你说这个美国法官10几万美金的工资，说我每次坐在庭上的时候，我都在想，是我来让美国法庭给我一个说法，我也或者我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需要到法庭来裁决，我要感激的是美国这个宪法，我要感谢是这个法官，我要感谢这个书记员，我要感谢旁边的打字员。他们10几万美元的工资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好的环境，你不感谢这个美国感谢谁啊？这就是法官嘛，这就是我们要尊重，就是你必须爱那个庭上的每一个人。像那个我们那个陪审团郭宝胜那个，我对那个陪审团我绝对是把他们当成最正常的人。当你做到陪审团的时候，这人已经不是一般人了，他带有上天的使命，他是来决定正义的，说我绝对尊敬，而不是像郭宝胜一样玩弄，哎呦，和那个夏夜良使眼睛横我咬牙装神弄鬼，结果吧唧输了。你没有敬意，你没有感恩之心，你不带着这种感激之心，你就不会在那舒服。我在那坐的时候，你想想，你觉得累，人家法庭天天在那坐着，我怎么觉得累呢？所以说我非常尊重，非常感恩，非常感激，带着绝对的信任的心，尊敬的心啊，说这些经历是什么，一旦你有了，好好的享受它。古人故事已故去还不回，人时光轮转与你相会。